他以为他们的 kimbap 会很好吃，我觉得超难吃。能量补足的一个饮品，我每次看到韩剧我都会看到这个东西。还可以接受药的味道，很好喝。很好吃哦，没有别人讲的这样恐怖哦，我觉得。你们看那个章鱼已经一天一洗了，没有在动。蛮好的，蛮酷，它很难吃，它真的很难吃。我还以为他们的 kimbap 会很好吃，我觉得超难吃的。不会难吃啊，就是我觉得很难吃，比起在 7-Eleven 买的那些，它的章鱼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好玩。就是看 Google search what to eat at Guangzhou Market， 每一个 post 都有这个。好吃吗？有味道，真的，很失望啊。之前就听很多人说这里可以吃到很多道地的美食，但是以我个人经验来说，我真的非常不推荐大家来广藏市场，价格并不会比市区的便宜，而且还不好吃。所以如果大家是没有经过这里的话呢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专门来这里吃东西。你们看樱花掉落，啊，你看现在来到梨花大学，现在很多学生下课，目标找到那边有一个草莓的樱花树，是粉红色的，我们之前看的是白色的。你看别人的长长超大的，这是贼晚吃到 Isaac 了，开心吗？好吃吗？有这样夸张吗？它是，你看是什么口味？培根。嗯，超级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太好吃。我觉得比起，而且它有很多分店，所以你不一定要来樱花这里吃。我们现在在梨花大学这里，买东西 shopping， 然后我刚买了一件 T 恤，韩币5000won，就还蛮便宜的啦，比起其他的 outlet， 5000won就是马币15-20块吧，所以还不错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帮艾丽莎兼职的，因为她生病太虚弱，所以我们需要帮她来完成一下她的任务。对，她又感冒又发烧。你听她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丽莎。所以为了你们的福利，我们还是不要给她讲话。所以今天就由我跟燕琪做你们的代班。Hello， 我今天不能播啊，我发烧。其实没有发烧，一点点吧，昨天发烧一点点，然后今天依然是喉咙痛，就这样，还有咳嗽，所以不要学他，看了他不知道就算了，不要学。穿短裙被风吹到，然后没有喝水，不睡觉迟睡，对呀、大家不要发烧了嘛，穿短裙。
没有这样好的抵抗，你就不要穿短裙。厉害，很厉害啊！嗯，发烧。现在我们去吃炸鸡啤酒，耶！ Yeah! 开心吗？超开心，开心吗？吃到才开心。OK， 我们去 Norang 什么啊 ？Norang Chicken。Norang Chicken， 哇，生病的人还有机会讲话。我们到了，我们就是要吃这个 Yellow Chicken， Let's go。好死啊！你还好吗？刚才我吃的这个呢，干烹鸡肉，就上面那个干烹鸡肉，然后第二个的呢是那个调料鸡肉，就 seasoning chicken， and this one is the fried chicken， 三个都很好吃，还是蛮有钱的，满足吗？我现在就是跟月经两个人在看怀表，就我跟月经很 enjoy， 有一个人直接消失了，对，消失了 ，KO， 可以放一个少女粉 ，KO， 来我们 cheers， 这个其实它的分量很大，就你食量没有很大的话，其实。四个人可以吃，四到五个人，对对对，我们两个人现在吃到有点脏了，吃不下去了。现在在 Hong Kong Station 的附近，然后这里有很多人都是街头表演的，就是今天没有看到跳舞，我比较想对跳舞的比较有兴趣啊，唱歌我就不想看。那这一个八层楼代售是在永东站的二号出口，直直走的右手边就是。那么我们现在是在第一层，第一层主要是美容产品，不是美容产品，就是护肤品，还有化妆品为主。来，带你们看一下。我这里整的都是化妆刷子。刚刚摸完他们所有的刷子，我发觉只有一个是软的，其他全部都很硬，就是会扎到皮肤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而已。你们看这一个是那个定妆粉，超可爱的美妆单是5000，哎，这里还有其他的嘞，他们还有卖那种收纳的箱子，哎，这个快爆哎，下面还可以放东西。你能看他们这里卖的 cushion 包装超可爱，有很厚啊，很厚，很白，分明，便宜都不是好东西，嗯，才5000呢，20块马币。走啊，我们去二楼看一下，哇，彩色都弄得这样美，这是什么 ？Shadow Blush Palette， 哇。这水壶超可爱啊，5000won，50、20、20块，这也是超可爱啊。如果我拿给选位置的话，我应该会买，可是我拿给应该是没位置哦。你看他们还有卖 top bag， 超可爱啊，哇，这个很可爱。现在来到第三层，多数是文具为主。你们看这个 marble 的，超好看哎。是很可爱，有点像那种韩国以前人用的书。我在这里竟然找不到上次我在 Gangnam Station 的 Daiso 喜欢的那一本 notebook， 它这里完全没有。所以如果你们是喜欢那些 notebook， 想要买回家或者是买来送朋友的话，你们可能就要去到 Gangnam Station 那边的 Daiso， 这里是真的是很少选择。按下好像有展示八层楼。可是没有我要的东西。对，就 P 不过。康南哥，他很伤心，因为找不到他的贝贝。还有我的热水壶。
我明天就要走了，很 sad 哎。我那时候我在 Gangnam Station 本来要买一个 24 inch 的那种 luggage 袋子，然后在现在这里只有 20 inch 的包。我觉得我那时候在 Gangnam 应该早就买掉它，不应该来到这里，这里的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逛庙中的袋子，去 Gangnam 逛。可能其他的都比这间还好。嗯，我们在康南找到想要买的东西，结果来到这里买不到。嗯，我们有点伤心。不一定是要去康南 station 啊，反正你可以去其他的代售看一下，就不要来永乐就对了。可能这里游客太多，所以被卖完了。嗯，也有可能。OK 啦，就这样。我们今天的代售 vlog 就到这里，拜拜。我们刚刚就是在这一间吃 fish cake。然后忘记给钱，趁现在有时间来秀一下大家我买了什么。我也很想念这个天气。